大家好，我是陆阳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简单的卤味。我这里准备了一些鸭翅还有鸭脚，把鸭翅砍开，冷水下锅，加些料酒，大火把它煮开，煮开捞出来，用清水洗干净浮沫。黑菜我还准备了一点莲藕和鹌鹑蛋，莲藕把它削皮切块，鹌鹑蛋冷水下锅，加一勺盐把它煮熟，捞出来把它剥壳，把所有材料倒进电饭锅，再用点姜片葱节，再加入酱牛肉的料汁，再加一勺盐，稍稍拌一下，开启煮饭模式，中途翻拌一下，这样子可以让它更加的入味。一道非常简单的卤味，煮饭模式结束后可以让它保温，再焖2个小时，这样子的话会更加的好吃。